大家好，我叫王铎，是一个演员。旁边这个是我的帅气健身教练，韩国欧巴，龙颜巨兽吧，因为他这个实在是太壮了。今天也是吃减脂餐的一天，来看一下荞麦面，这好就好在今天不是湿地瓜，一堆蔬菜和小芬芳，鸡胸肉。可谓是一点调料都没有啊，但是我爸给我准备了这个荞麦面的调味汁，算是低卡的吗？对，也算是低卡的。对，这就是放点，然后蘸着面吃。嗯，够了，够了。啊，看，哎，对对对，差不多就这样啊。给鸡胸肉加点辣酱行吗？这个也是一个低卡的辣酱，很辣，就是比较能够开胃。这样，哎，你给我蔬菜上来点这个吧。好，够了。嗯，哎 ，bro， 我那个可乐，来 ，bro， 来，开始，收工快乐，秀工快乐。啊，饿了，吃，吃。只要不是吃地瓜，就觉得会快乐很多。把这个面，哎，蘸蘸这个汁，嗯。太酱是吗？好吃，嗯，有点淡淡的，就酱油，酱油，对对对，好像还有点味增的口感，嗯，是吧？是，哇，小芬芳，真不错，这个酱挺好的，嗯，脂肪是零。但是那个钠，钠有点高，对，对，有点高，所以就不能天天吃。钠这种东西是我们做做油呀，出汗了以后消耗掉的。钠会锁水，对不对？对，假如是前一天吃大吃多，第二天脸会肿，是是，身上也会肿。嗯，其实我这几天几乎每天都是吃这种减脂餐，真的，一天三顿就这种东西，有的时候是。地瓜，对吧？这、鸡胸肉就流水的主食，铁打的蛋白和蔬菜。蔬菜就是经常都是这些绿的菜啊，这东西，这种东西。嗯，我的主食可能会换，就是三明治。对，金枪鱼的全麦面，全麦面包。嗯，我们蛋白质类可以换，就鸡胸肉啊，或者牛肉、虾。嗯，但其实这几个减脂的主食里，我最爱吃的还是面。啊啊！这算太烂了。我这个还行，到最后又是剩了这么多蔬菜。我对蔬菜真的太不爱吃了。减肥的时候，就那种排便啊，这就不好。我排便还行啊？是吗？我不好，你不好，你不好，你去医院。你跟我说啥？不好，你去医院。我们在吃饭呢，不是让你就好好吃。你说你全弄到外面了，多浪费！那这全浪费。哎，别弄，过了七秒就有细菌了。这不是你的吗？你的，我一个都没掉，可以吧？怎么吃？不行啊。嗯，真想少吃。你怎么吃那么快呢？这个吃那么快？但我这个还好。没觉得太饿，是因为我没消耗掉吗？我运动完不像别人就是特别想吃，我反而运动越累，然后越觉得吃不下。过了，我没有菜，我让我指的是那个嗯，大蒜吗？我这菜我吃菜吃不了蒜，我只能吃肉和吃主食的时候，这个不辣，但是一看就是新蒜，不能浪费，我吃不完的都给你。哈哈哈！啊，真香！哎呀，我们其实每天吃之前都会拿那个秤，称好它的那个重量，对吧？对。蔬菜是多少？蔬菜差不多70克吧。100克的鸡胸肉，60克的碳水，差不多。啊，今天反正吃的也是干干净净，练的也是挥洒了我的很多脂肪，然后很多的脂肪已经变成了肌肉，我感觉自己现在。
一拳一个拧巴。你开始练没几天，怎么就长肌肉了？我长得不打不过我，长得不只是打不过，长得不只是肌肉，长得还有野心和我的骄傲。来，吃饱了，给大家炫一个吧。哎，我手就不行了。你行，我先。你行，你行。干杯！干杯！你喝，你先来，你先来，你喝呀！快快，一起，一起，一起！啊！你跟我演，你跟我演啊！快来！好，今天也练完了，吃完了。好，那个祝大家生日快乐吧！啊，再见。